Hello， 又是我哋楼住有缘人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多 Lam， 城市九龙美联豪宅加多利山分行。今日我哋嚟到广播道，带大家睇一睇雅华阁，跟我一齐嚟啊！一向被誉为九龙塘区内有五台山之称的广播道，旧时非常之热闹，而家就变成一个宁静清幽的住宅区，贵为41名校网，非常吸引有小朋友的小家庭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广播道44号的雅华阁，楼龄有46年，连车位的两房加一个套房，面积有976平方尺，除了名校网够吸引，附近的生活圈包括乐富区和又一城，五分钟时间就可以去到乐富站或者九龙塘站，无论去市区或者往返内地都非常之方便的。大家研究一下，如果啱心水的可以到现场参观。如果你我啱啱介紹嗰啲物業有興趣，請你抄低我電話。任何時候我都揾到適合你同你屋企人居住或者投資嘅優質物業。同時，如果你係附近嘅業主，亦都可以透過我呢個視頻去介紹你嘅樓盤，揾到有緣嘅買家。我係 Lam， 下次見啦，拜拜。